献给大家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唐人街。那么今天由我凤琪，好在这里跟我们的全场朋友见面。要给我的名字叫凤琪，来自吉隆坡立声唱片旗下。我要讲快点啊，因为今天我们时间很紧密，非常棒的就是有杰妮姐姐的秀，还有很多歌手们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抓紧时间唱多点好歌给我们的在座朋友听呐、哈，也希望我们的在座朋友会喜欢。演唱为你表演的一些歌曲，也希望朋友能够多那个鼓励掌声啊，还有你们的彩带啦，还有你们的支持，感谢你们线上来我们的台上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鼓励，好不好？那么接下来呢，送上的这首歌曲，这首歌是一首来自专辑的小改编歌，献给大家。那么希望朋友会喜欢这首《被卡住的卡门》，好不好？一首轻松的，等下我们再来快的歌曲。我记得大哥点唱快的没有问题，后面很多快歌，先拿一些轻松的歌曲，好不好？献给你，卡门。爱上了我。